外媒报道，周一，中共对英国国防部的薪资系统进行了黑客攻击，目前已得知至少25万名员工的姓名和银行资料外泄，而英国的议员们将在周二被正式告知这起事件。中共将被指控试图黑入英国国防部至少2到3次。一个月前，英美联手制裁了7名中共黑客和一家公司。